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高啊！咱啊人，乃当时时啊明白是非对错，这就是福气人生啦。亚利亲们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看一位的旧约的圣经，《创世纪》第41章37节，要看到52节。我来读：法老甲伊一切的人神，拢掠这个代志最好。法老对伊的人神讲：咱检会找到一个亲像伊这人啊，有上帝神伫伊的内面嘛。法老对约瑟讲：上帝已经将这个代志拢指示你，可见无人亲像你有这号的聪明智慧。你通管理我的家，我的百姓拢着听你的话，互你管理。独独伫宝座，我比你较大。法老甲约瑟讲：我举起你管辖埃及全地。饥荒的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法拉的查某仔阿西拉，甲约瑟生两个囝。约瑟甲大囝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伊讲上帝予我未记得我一切的困苦，甲我的老爸全家。52节，伊甲第二个囝号名伊法莲。因为伊讲，上帝予我伫我受苦的地兴旺，咱的圣经读到这。几年前有机会带教会一群兄弟姊妹25个去到伫意大利的罗马，这兄弟姊妹比较拢较济岁的阿伯。阿公啊，因为这南部的老大人，若要出国对人的团，拢讲那像咧红赶鸭咧安尼吼，啊，真艰苦。啊，所以牧师就利用教会给我的假期，哦，啊，甲给我旅费哦，啊，参阮太太，啊，就带这的较年老的兄弟姊妹，啊，去到伫圣地。特别到罗马、到希腊、到耶路撒冷，都拄照保罗宣告的路线，安尼家己行一遍，将近15日。啊，去到伫罗马，就去到伫即个梵蒂冈，哦，来看迄个西斯丁的迄个圣彼得大教堂。哇，入去到第时，你就会仰头。看到迄个壁画，就是迄个教堂的迄个完工内底迄个天棚，到迄个米开朗基罗的迄个画，啊，伊就是画《创世纪》，上帝创造亚当的迄款的大壁画。呀，阁有听到一群对德国来的基督徒伫遐在吟迄个《弥赛亚》。迄、那个真水的音乐，啊，迄个声咧透过迄个圣殿的迄个回音，迄足水的音乐哦，你徛伫迄个中间，你无爱震动，你会欣赏迄款的安静，加迄个娱乐，加迄个感动，即款的印象安尼久久，安尼伫迄个脑海中，一直到今下日咯。啊，咱就要知影讲，这个罗马城，这个这么特别水的城，其实伫2000年前，保罗因出来传福音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受害的一个罪恶的城呢。迄、那个尼罗皇帝放火烧城，同时诬赖乎基督徒，佮。掠基督徒来放火烧，掠基督徒来予宰割，底下底予伊个迄个罗马的百姓厌恶，
迄偌济可怜的基督徒死伫迄个中间，甚至伫传说的历史中、教会历史中，彼得嘛，互人钉十字架，死伫迄个罗马城的所在。后来保罗嘛，传福音落尾到罗马。咱若读腓立比第四章，你就会读到伊足多艰难苦痛。你读提摩太后书，你嘛会读到第四章，伊伫罗马咧受审判。所以到落尾，保罗嘛受刣死伫罗马城。所以咱若好咧安尼甲伊甲伊理解了后，咱就会知影讲，即、這个过去刣死信徒、圣徒、使徒、教会的所在，结果两千年后，真侪世界。在宗教上来讲，哇，那是一个圣地啊！那个建筑的水，那真正袂当用金钱去甲伊送的。在那个受苦的地，真正予福音得到大的兴旺啊！这是一个事实啊！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，都伫咧描写约瑟啊，这个约瑟出身老母。罗未来死，无老母，所以伊老爸就特别偏爱，地教和伊遐兄哥食醋、嫉妒，所以罗未兄哥陷害，就怎啊甲卖予埃及做奴隶，结果伫奴隶中间，佫拄到头家娘陷害，伊就怎啊关落监，等于是无期徒刑啦。一个这可怜的以色列的那个少年囡啊，无缘无故都给人卖，佫是家己的亲人，认真佫叫头家娘陷害。你家己想，这是一个让你绝望、惊无路的一项事实。不过，咱今仔日呐要来看这段圣经，伊对迄个无望、痛苦的所在。因为解梦的缘故，伊甲遐个凡人解梦，最后佫甲法老解梦啦。因为法老梦到一个梦啦，梦讲伫因个尼罗河的顶面有七只肥的牛啊，哇！伫遐一步一步咧行。罗马说去拄到七只三比八的牛，而且三比八的牛去食迄七只肥的牛，啊，食了嘛三比八，吼！法老望到这个梦，安尼惊一下哦，讲怎啊醒起来，叫伊的人神来问，无甲一个会晓解说啦。大家拢掠去抬，迄个时阵，迄、那个伫监狱予伊解梦的迄个人啊，才想到讲啊，有一个对以色列来的一个青年人，伊足够解梦，法老就讲请伊来。埃及的法老就是等于今仔日咱咧讲的国王哦，迄款的身份呐。约瑟一个来呢，伊就讲解梦唔是我下卖啦，是我的上帝要甲你指示啦。讲啊，上帝指示安怎？伊讲你要有七冬好丰收啦，了后你会拄到七冬的歹年冬啦。啊，法老讲安尼我要安怎？伊讲伫只七冬好丰收的时候。爱切成气候伊足多，所有的五谷拢甲伊收收来，积聚起来，唔通食了，通啊准备后壁去七当咧饥荒的时候，咱的五谷通啊卖互遮个饥荒的百姓。同时，因着爱摕土地来甲咱换，所以到落尾则是安尼发生啦吼。好，迄个王宫埃及王怎啊好野遍天下，所以。埃及王听约瑟安尼解说了，讲：“哎，何你做宰相？咱拄只圣经底下是安怎？写讲，好北伊个手指可以会当砍印，佮可以坐马车做国王，佮来就是第二班车，就是伊哦，佮伊挂金盘链，唔然呢，佮将伊个祭司，所谓埃及个祭司，就是一流个百姓，因个分几啊阶级哩，上官级个祭司个查某囝。”安尼，予伊做嫁后，哦，这个是对伊上界大的一个迄个祝福甲奖励啦。
啊，咱若好哩安尼，甲伊看的是，咱就要来看讲，约瑟伫这个过程中，头一项，伫四十一章三十八节讲，这个人有上帝灵点伫伊的内头啦。英国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圣女贞德，伊为着这个国家奋斗打拼。后来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，所受英国国会的审判死刑。伊讲到底特别死的是，迄、那个面容喜乐、欢喜接受，因为伊要去见上帝。讲予看的人吼，拢大受感动啦。这个就是伫伊的心上有上帝灵流露出来啦。所以这个法老看到约瑟，讲伫伊的内头。有上帝灵在那到他三个地地啦，这是很要紧的一种的那个法官呢，一个外国人可以在法老的面前让人看见，不是烟头，不是水哦，是他的内头有上帝灵啦，等于是彼得对耶稣所说的，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是真我上帝的子，所以愿不跟对你啦。保罗在腓立比第四章讲，点伫主就有大大欢喜啦。所以咱都爱去体会，信主的人有主的灵伫你的内面，你就会成做一个有仁慈、有谦卑，像是个会吸引人的人，互人会当人见人爱啦。唔是人若看到你，就害头啊，迄、那个人哦，做人失败。啊，甲迄个人斗阵吼，迄是足自私的人，迄就足无彩呢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我一直咧怀念，伫咸水的时阵，咸水教会的时阵，有一个陈碧凤长老，啊，这是一个医生，一个女医生，伊本身家己本身都有气喘的病，毋过伊足疼遐个庄稼人，伊疼主。伊嘛足疼木匠，伊是咱个教界退休个中央牧师个妈妈。伊翁婿嘛医生，伊后生嘛医生，伊新妇嘛医生。伊家己本身做医生，伊特别疼惜遐个庄稼人。较寒、较暗，人来挂号，护士检查讲已经无咧看。无法度啊！唔过，这庄稼人安尼对庄稼行来到底咸水，拜托拜托，甲我看，内面就是只有这个妈妈会睡落来，互你会体会到，伫伊身上，不管是你看伊，唔是干那生做足水哦，虽然伊到七十岁，嘛还阁足扮啊有慈祥的面容，互人看到就会足意爱。甲这个人三甲交配，会体会到伊有上帝灵伫伊个内面啦。约瑟唔啦安尼，圣经伫三十九节里讲啦，讲上帝已经将一切事拢指示伊，无人有伊即款个聪明智慧啦。这是伊伫迄个受苦个地兴旺个第二个愧力。表现出来了，这个是法老所讲的呢。讲在伊的身上有看到聪明，看到智慧。一个青年人要成功，伊就爱有能力啊，唔是干那人言，唔是干那靠人牵绳呢。有人咧讲成功，就爱有人牵绳。你是会牵一个阿伯啦，你敢是迄个扶不起的阿斗？你甲想，孔明是遮尼伟大的军师，遐尼尽忠到死的一个军神。不过这个阿斗吼，都是扶不起啊！伊现到六出祁山，都已经特别成功，伊就搁听伊遐个后方的军神的使弄，搁将孔明调倒转来。你若有读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你就会知影讲。这款的含万的王，莫怪孔明就失败。
我所以聪明智慧，当我看到我的囡仔伫遐会当摕到博士学位的时，我的目屎滴落来，因为伊都爱读足悬，伊会当读到倒位，伊才会当贡献到倒位，伊会当做更加济好的工，荣光上帝。所以咱也看一百多年前宣教师，英国的宣教师，加拿大的宣教师来到台湾，在北部就设立真理大学，在南部就设立中英大学、中英中学、台南新学院。因就阁教你白话字，互你用罗马音就会当读圣经，来开破基督徒的脑地。所以有足侪基督徒，唔是干那来礼拜尔呢？讲头壳开啦，智慧开啦，怎好伊个囡仔会晓读册？你就知影，遮尼久长来，读册人都是成功的人，这是过去的社会，甲今麦社会嘛拢共款啦。虽然讲吴宝春这个面包师傅世界冠军，他也都一直想要去读册，所以我一直苦劝教会青年。恁都爱认真读册，背后做官，然后再来煎鸡排嘛，不要紧；再来卖杂货店嘛，不要紧；再来开鸡肉饭嘛，不要紧。因为，乎你的生命会搁较高多，当然也搁较有信用，现在要搁偌好。啊，所以都爱家己本身，都爱努力去打拼。福音传递平和五十年后。因有一个记录出来啊，内面有一个庄头叫做夏东川。夏东川即马是已经迁徙足侪人走啊。迄古早伫一百年前，伊讲迄个时阵，因为因提早认捌耶稣，伫夏东村伫福音入去五十年后，讲至少有超过五十个。伫迄个夏东村超两百户尔呢，朋友啊，都有差不多五十个。来自台湾，到伫日本去读大学啦，就出足者医生，出足者律师，拢是对夏东川来啦。啊，这是西川呐、啊，龙武的一个西川呐、啊。啥物缘故？是因为宣教师伫遐传福音啦。啊，传福音甲读册有啥物关系？伊讲宣教师来就是医疗设备，宣教师来就是设学校，用白话字。互你捌字，宣教师教你信耶稣，将耶稣介绍互你。所以有耶稣的人，头脑就开，学问就进入来，互台湾社会得到足大的利益。这甲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共款呢，这就是约瑟底下受肯定的足要紧的一项事呢。所以我足爱青年，我爱我的囡仔，恁都爱用心读册。唔啦，安尼，到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，伊底下写讲：你通治理我的家、我的国，全民拢着听你的话。所以法老着怎啊将手指、脸啊、水衫改穿，阁好也当坐法老的第二班车，就是荣耀满满啦。以前啊，他会当得到这个荣耀，就是讲你着爱治理我的家。地理我的国啦，你就爱去做工，你就爱去做工课。所以有人咧讲，尊贵哪大，责任哪大。你伫工作嘅中间，就爱尽本分、尽气力，所以你才能得到这个荣耀、这个福气啦。咱会知影讲，孙悦一个史书，伊得到金像奖了后。哦，啊，伊就底下宣布，伊要做终身的义工。咱伫电视顶啊，看见伊咧教人安怎戒烟，哦，安怎唔通食酒开车。伊咧讲的话，咱足爱听，因为伊是在奋斗过一生。咱会看见全世界得到诺贝尔的迄个奖的人，科学奖的，一世人要得到两摆，只有一个。就是居里夫人，这个出身在波兰的这个女主，
赢过全世界所有的查甫人。伊家己本身先得奖了后，伊结婚了后，伊翁婿是一个物理学家，伊甲伊翁婿佫继续研究，到落尾翁婿叫买车发生车祸，叫买车撞死了后，伊嘛继续佫在研究。你看伊遐尼尽职，遐尼尽费力，当然应邀的第一。所以到落尾，伊佫得到诺贝尔物理奖。替伊个翁婿来完成所有的研究，所以伊成做波兰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民，贡献一个世界足多。咱就会知影讲，要有荣耀，你就是爱有困难。到第41章的45节，圣经搁伫遐描写讲，法勒就将安霞祭司的查某囝阿西拉，予伊做嫁后。像是又生出两个子，哇！安怎伫受苦的地兴旺？唔是干那金钱、甲阳光尔，讲予伊有一个祭司的查某囝来做伊的嫁后，像是佫予伊当生甲两个子，一个成功的事业家，有足侪时阵可怜的，就是伊无一个温暖的家庭啦。咱来看美国总统咧上任的时，迄全世界拢咧甲因羡呢，特别美国的百姓偌羡慕咧。毋过伫迄个讲台顶面，总统换手伫圣经的顶面，迄、那个圣经是上帝。咱看奥巴马是因黑人的太太手提圣经，互伊字伫迄顶头咧做使用呢。总统就爱对迄、那个。大法官一句一句念伊的誓约文，毋过伊的手就爱换伫伊的太太所提圣经的顶面。太太偌有权威，迄个就是咧描写因美国人伫基督教的信仰的内面，毋是干那面对上帝尔，都、就是爱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啦。咱也会当安尼理解是，伫咱的台湾有偌侪事业家。家庭破碎，有偌侪政治家、议员、立委，家庭破碎，迄是偌可怜，无通得到安慰，无通得到帮助，全性命为着公司、为着事业、为着国家、为着开会，逐时逐刻都拢离开厝里，拢无得咧。什么时阵才会当有太太的安慰甲照顾？有囝儿包围伫你个身躯边，会当伫遐甲你做生日也好，带你祈祷也好，拢无。所以到家事业成功，家庭就拄着失败，这是偌尼无彩，偌尼艰苦，偌尼失落的一项事。伫电影个顶面会看到麦克阿瑟即个第二次大战个将军。这伟大的人，伊到个罕见，甲国内意见不合，怎啊去予美国的总统给踢一个死？迄、那个电影做到这，予一个军事将军一时怎啊落职？伊伫遐表现怎？伊的太太伫遐足紧张的，想讲我的红腮变怎，稳当会挡袂牢？欸伊听下我过安尼轻轻啊，甲太太讲，咱会当当来咱兜啊啦，唔免搁伫军队奔波啊啦，唔免搁离开咱的家乡、咱的家庭啊，咱甲咱的囡仔会当做伙当来咱兜啊啦。哦，看到这个事，咱会感觉家庭对你一个伟人是偌尼重要。最后，咱来看伊这段圣经写甲足水。对51节到52节，伊伫啊，上帝予伊两个囝，头一个讲叫做马拿西，讲上帝予伊未记得过去的苦痛，以及伊的老爸全家啦。佮生第二个囝叫做以法莲，讲要予伊伫受苦的地得到兴旺啦。所以咱若安尼理解的时候，
所以若是家庭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来安慰伊，阁有两个囝来帮衬伊，互伊感觉伊的人生真正得到祝福，总是迄两个囝你家想。头一个，讲互伊袂记得过去所有的艰苦，甲老爸全家。一圣经写老爸全家，就是因遐的兄弟出卖伊，互伊受苦几十冬久安尼啦。这些人都要扛掉的吼，那是真可怜的，那惊不出来的，那真痛苦啊。今天有很多人成功了后，就是无法度通享受那个成功，就是他每天都在怨恨，都在不甘愿我过去失败的事。我们看见那些得奖的那些影星去，会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感谢那些过去看轻我的人，感谢过去那些批评我的人，因为有你的缘故，我才有今天可以成功。我们听到这个话是很甘心，也感觉很欢喜。所以我们就要学习，真是约瑟，要怎么在受苦的地兴旺，就是你就要会晓下面，会晓准备好，不能让你有名望，你所要来报复，你所要来寒山，要来刻薄别人。唔对，要得到兴旺，就是你爱真正有水的疼心，放下你家己，谦卑顺服，成做上帝所爱百姓，做回来祈祷，感谢主，何况会当伫你的面前学习，有约瑟这款的奋斗，甲这款的疼心，帮助我伫今仔日成做你所爱，我安尼祈祷，靠耶稣。Amen.